古时候有位小姑娘在地主家打工，吃不饱饭，只能每天挖野菜。某天她挖到了一种形如鸡头的黄白色草根，肉质肥厚，清甜可口，我可以。吃了几年后，姑娘变得强劲有力，亭亭玉立。地主见到后色心大喜，你愿意做我第38房小妾吗？你在想屁吃。为了躲避地主，姑娘就逃进了山里。华佗听说后又犯了，将人引出询问体质改变原因。一颗气色好，两颗不疲劳，药中精华叫你黄金好了。黄金虽根部形似姜，论族谱却是百合科植物。黄金内含丰富的多糖和甾体皂苷类，用来做菜风味独特。根茎榨干后入药，还有补气养阴、健脾润肺等功效。想追上我，还早得很呢，在下白小仙。